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吗？要我过没有你的日子，我宁愿去死。你要做什么？跟我一起闯到尽头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掉进地狱也没关系。这附近没有住人，公车要花2小时走下山才有。但是末班车一小时前就开走了，今天晚上你只能跟我在一起。你这么做不会有任何改变，我拜托你，快送我回家吧。跟岳父说你今天没办法回家。爸，明天一早我们就会回去了，不要担心。我不想受到任何人的打扰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未来综合台《百年遗产》。